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忘不了餐厅”，更多新鲜视频、独家花絮，等你来看。本节目由好水煮好饭、好水泡好茶的养生堂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看得见的真肉粒，忘不了的麦富迪。本节目由国际宠粮麦富迪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燃气灶由百年燃器具品牌林内提供。本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赞助播出。平安福，全面保障，为爱守护。本节目指定空调奥克斯，奥克斯互联网直卖空调赞助播出。早啊，早早，勇哥，早早早早早，勇哥，不好意思，没有没有没有，你昨天辛苦了。哇，把我的活都抢了，对不起老大。没有，昨天主要他不是晚上吃了很多东西吗？我今天肯定要卖力一点啊，是这个原因是吧？怎么、啊？给我吃一口，走一个，是不是要尝好没好是吧？嗯，好。对，我们要先试一下。谢谢。不客气。这么大个鸡腿，你这……我是个孩子，要长个儿是不是？哇哦！哇哦！哇，小杰哥真好，店长要不要来一口？我啊，怎么又有吃的了？你没有员工餐垫不垫？我都没有吃。啊？就是不知道有些人怎么回事。把脸上的油先擦一下。谢谢。我让你吃一口，你拿回去大半儿。我也咬过了，这样不卫生，你知道吗？嗯，真香。哥哥，你好，你好，你好。发型不能乱，去吧，试试。嗯。跟我来，跟我来。店长没看这边。哪个？这个呀。这个。
来，放去。这许冠麻不行，喜欢就不行，不行。快点，店长来了一会儿。店长，店长看着不厌了。好漂亮哦，越来越多的照片呢在上头。奶奶早，早早早早上好，早，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早上好，早，各位早。今天呀、提前得多准备，因为今天定了有一帮孩子要来。所以咱们今天是有儿童餐吗？儿童餐正好，有的都准备好了。那今天呢，这样我就在这儿就说一下吧。今天预定的客人还比较多，我有点担心要下雨，所以外边那一说不一定能用。今天而且有老师带着一帮小朋友啊、特意想过来跟你们交朋友的，当然也是过来用餐。我觉得今天会是非常热闹的一天。今天早上我又定了儿童套餐的价格，儿童套餐里边有一份意面，有一个香包咕噜肉，要不然我们就把它也记在那个单子上啊，会比较清楚一点。香包咕噜肉，菠萝的菠萝，还有个西兰花，还有一个西兰花，还有今天我要给小米叔叔加一个工作。这位小朋友，因为他自己行动特别快，当当当当当，又帮这个帮那个，你不让他动呢，他可能还有自尊心的问题，他二他也闲不住。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发挥他的长项，就是他的计算能力，我们荣升他为出纳怎么样？可以啊。并加一个工作什么呀？因为他这个算术一绝，我决定你同时担任出纳的职位。哦，不要，咋说咋说，我不搞钱，我不搞钱。他怕赔了扣他工资，现在脑子不行。因为会计有嘛，然后就是发挥你的那个口算的特长，好不好？好啊，就叫我帮他一道计算。你帮他计算，升级了我的收银系统是吧？34×2等于多少？34×6=68。你看看，行啊，请他，不要请他了。34×3等于多少？102。你走，你走。那么说，我读书的时候啊，数学考试99分都没有过的，真的，每次都是100。哇，理工男呢，这是，太厉害了。可惜无缘读书。为什么无缘读书？初中3年级读好了结束，去上班去了，到商店里去做了。所以那时候是想去再读书的。想读书的，人家看人家工农兵大学生啊，我自己老想上，可惜无缘。大学想去大学了、想读大学无缘啊。那有去这一辈子都无缘。那有去大学里走走转转吗？没有。人生再重新来一次更好了。我这辈子没读过大学，我希望再读一次大学。我们今天喊出我们强壮的口号，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忘不了餐厅，忘不忘我说了算。好，开始营业。咱那个娃娃就放那儿啊？哪个娃娃？这些个娃娃啊，这不一直在这儿吗？万一有小朋友来了，要给拿走了怎么办呢？我想想，哎呦，这个还没给你呢。就是呗，我怕小朋友来了都拿走了，我没有了。我觉得这样，我给你先别身上一个，这有点大，这个。我看看啊，装不下，不下。没事，让他挤点，就这样。你太大了。一直惦记着他呢，是吧？嗯。咱先藏起来一个。买一个行啊，行，没问题，表现这么好，早就应该奖励你。真的给我了？给你了。我晚上拿回，白天不用再拿回来。不用再拿回来。真的，好嘞。啊，你好，你好，欢迎光临。你好，跟我来。好，
你好，小朋友。欢迎光临，四位的。四号桌。那看见你们很高兴，来吧，坐吧。哦，你好，欢迎光临。你好，你好，跟我来。老米爷爷，欢迎光临。几位啊？三位啊。你们先喝喝我们的柠檬水。谢谢叔叔奶奶，小朋友要喝这个水哦。好嘞。谢谢啊。哇哇，这个哇，好厉害，真的哇。哎，是柠檬。来抱一下，抱一下。Hello， 哇，好漂亮的小妹妹啊！哟，好漂亮哦！小孩，这是一个什么团体？幼儿园小朋友们。哦，您是老师是吧？啊，就是您定的，您定的那位。哇，这太劲爆了吧！各种造型。那我们是为了让爷爷奶奶更高开心一点。啊！太漂亮了！快请进，快请进。哇，今天可真够热闹的、哦、来吧，这人有点多，我们分两桌啊。你们俩是兄弟俩吧？对，他们兄弟俩。我猜一下，你们两个人，你是哥哥吗？答对。啊，答对了。哎呀，太厉害了。喝点水，喝水。谢谢。好的，喝水啊。来，好嘞。咦，你看他睫毛好长啊。耶耶，他们俩是龙凤胎。龙凤胎。你扮演的是什么呀？冰雪公主。冰雪公主啊。哇，好漂亮啊你。那是什么？他武功大师。大师。大师。啊，什么大师？大师他会变很多东西的。哎，你们今天是收到的礼物要送给爷爷奶奶呀。有大啥礼物？哎呦！谢谢，谢谢你啊！你晚上抱着这个会很舒服的。啊，小朋友送给我的礼物，哇哇！谢谢小朋友宝贝儿，我亲手做的，而且是亲手挑选的材料。这个是安神的，是，这是你自己做的。妈，拿着娃娃好了。你的礼物，小朋友，卡通歌郎，很像，很像，真的很像。哎呀，小公主好漂亮啊！你，奶奶，我爱你。哇，啊，我也爱你。什么案子啊？来，我来，你看。哎，哎呀，哎呀，好聪明的小宝贝儿。今天完全没有人要出菜，全部都在跟小孩子玩。店长，七号，今天完全没有人要出菜，都在跟孩子玩。不好意思，有点晚，来。一号一会儿就来了。四号，慢点，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好，可以啊，这样行吗？可以啊。对，因为我觉得这刚好，你们行，就先给风英奶奶装扮一下吧。你好，奶奶，就是孩子们不是今天精心打扮了吗？啊，没有问题。然后他们自己也带一些道具，然后想奶奶也装扮一下。啊，好啊，好啊，给我滑吧。嗯，我们找个地方。我坐着转转。坐这儿是吧？
那我把眼镜摘了，你们来滑。坐一下，我们去把高衣服是吧？衣服对，衣服、嗯、好。那、啊、不是啊，我不是滑火的脸，是穿衣服。我以为给我换的样子衣服。嗯，小朋友来了，好开心啊、哦。是，嗯。奶奶，这个简直就是给你量身定做的。哎呦，这可真是公主。哇！你这才是公主呢。哎呀，漂亮的。这回不叫我公主奶奶了，叫我公主姐姐，好不好？公主姐姐。哎，姐姐好。好漂亮吗？哦，这个是店长的说，来，听说你的那个是白雪公主她后妈的角色，黑山老妖是吗？嗯，嘿，招罗啊，招罗，说了。披风侠，呵，照起来，呵，呵，呜呼，哈哈，哈哈，呵，奶奶，哎，给我带，你来一个这个吧。奶奶，你现在就是小蝴蝶仙子。哇是不是？嗯。哎，你这个跟奶奶边翅膀，我觉得戴这个也很。奶奶，给你来个锦上添花。我呀，我又不是公主。是。你是女王。I'm the queen, queen of ice. The queen, queen of ice. Of ice. 哎呦。黄店长今天不错呀，怎么样，黑山老妖啊，非常的美。来开始演唱。戴上这个墨镜，不算墨镜，是个没框的眼镜。嗯，好看吧？嗯。你这也太帅了吧，这个全部武装了。我这怎么了？哇，好帅，好亮。哎呀，你接下来我来把你的头发搞好了。谢谢。嗯，可以了。好了。嗯，谢谢。漂亮的，哇，奶奶好漂亮啊！怎么奶奶他们工作这么愉快呀、啊？好开心啊，看到他们。我要拜拜，我要拜拜，我要哎，你怎么走？找来，快！今天，这，袁坤，把他穿上来，快听话，来套进去。干嘛？奶奶都帮你一起弄了。你们好可怕。套上来。这个是怎么弄？是这样套进去就对了，踩进去对。穿裙子没穿过，装什么？经常穿的吗？经常自己在房间里穿裙子吗？不是。我真的就是太听话了，我感觉。学。哎，我的发型真的发型乱了，来，发型乱了。我觉得您坐休息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换一下，这个还
这个还真挺合适，跟你帽子是一套的。这像那个什么下的是下的那个池塘，下的池塘里去抓鱼一样。抓鱼一样。哇！哇！好嘞！太帅了！哇！哎，小黄人！老黄人，老黄人，来，再来一点 broccoli， broccoli， 呀，西兰花 broccoli， 我问你。慢慢吃啊、哦！哇，关门。对，两份红烧肉打包。哎，哇，有这么多红烧肉打包？对，吃的太好吃了。后面没有了啊？后面红烧肉没有了，一份都没有了。这两份打包了就没有了。我还想留一份呢。今天这红烧肉谁煮的，你知道吗？啊。我煮的，你煮的，好吧，那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一个够了吧？够了。哎，等一下，等一下要送一个冰淇淋给他吃。哦，谢谢。好的，妈。小朋友的甜品，这是他们点的吗？送的呀。啊，送的，儿童餐里边的。啊，儿童餐不是说这个是单收的吗？冰淇淋要算进去吗？冰淇淋算单点吧。单点好，单点好。这是单收的。我有一个儿童餐还没上啊，这个。像我们做的话，就挖一个送给孩子们吃了。很贵耶。我替孩子们感谢你，是吧？这么微薄的工，这么微薄的工资里边，你我拿出来，这自己记不清楚。今天现场所有的冰淇淋由陈公子买单。尖叫声！我过一会儿我会让孩子们感谢你。杰公子买单，记得买单啊！杰公子买单，记得。全场的冰淇淋，杰公子买单。我也给你打一个折，既然你这么有爱心，我们的双球是18，对不对？双球18，单球不会卖36吧？没有，单球一个只要10就好了。太合理了，可以啊，好，是多少？80块钱，哎呀，小意思。来，小杰哥，既然都掏腰包了，来，给你带上这个。然后帮我吆喝一声啊，全场冰淇淋由杰公子买单。你给我看呀！嘿，我今天发型是不是有点完美？好看，是不是有点小完美？我觉得好看，好看啊。来，小朋友们，我给你们变个魔术好不好？你们看，这是不是个普通的湿巾啊？是不是啊？手里什么都没有，对吧？好，我把它藏进手里。嘿，来，吹口气。在哪里呢？嗯，找一下都没有啊。去哪里了？跑哪里去了？变完是不没了？变没了是吧？其实在店长这里，你看。你看，在这里呢。肯定是有人。
送你们一下。好，我走了。好，谢谢，拜拜，辛苦了，拜拜。好，你好，哎，进来。来，我们要去我们餐厅吃饭的吗？对。啊，爷爷奶奶都好精神啊，好有活力的感觉。来客人啦，来客人啦。好，小溪。你好，来。那就坐我这个桌吧，来。我们给你拿餐具，您先看看这个菜单，好吗？好。想点什么就点，好吧？好。稍等一下，宝宝。你好呀，你好。我姥姥姥爷来了。啊，你好。啊啊，哎哎，你好你好你好，爷爷。哎，奶奶。那爷爷看着精神真好。爷爷多大岁数啊？89虚岁。八十九啊，哇，89快90了，真的看不出来，很精神的哈，很精神，很有活力，嗯，好厉害，真的看不出来，好棒啊。您先点哈，先看着菜，需要的时候随时叫我。来个姜蓉鸡，骨头肉一个，就是一号桌。哎，好嘞。快啊！你猜一下，这位爷爷多大岁数？这爷爷啊？不知道啊。大概。那么精神。70。爷爷89了。哦，89吧。一点都不像，是不是？是。爷爷，今天的红烧肉点完了，他们喜欢吃的红烧肉吗？他比较爱吃肉。啊？我姥姥姥爷。啊？对啊，这。我姥姥姥爷。哦。哎呀，我还刚刚吓着老人，小。你小一点声。哎，爷爷奶奶有空吗？现在孩子们给爷爷奶奶表演节目，太好了。叔啊，是这样，我小朋友想给爷爷奶奶们表演个节目，要不然让姥姥姥爷也到那边去，正好还有还可以在那看。好呀，帮你们拎过去。好。好了，我们可以到这边来坐了。好的，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两位是我们这个娃娃的姥姥姥爷。啊，姥姥爷爷，哎，你们好。姥爷已经89了，啊，然后是从小带孙儿长大的。哦，啊，所以今天也过来尝尝我们的菜，正好也看我们小朋友的表演，啊。马小借我计算机拿来做点。对，他教我做的。奶奶，感谢你做的辣椒酱，煮了送给我了。对啊。姥姥，您做辣酱，我是谢了。做得好。哦，好吃，煮是很好的。嗯。哎，给我照顾很好的。特别听话。哎，听话，笑笑，哎。我很喜欢他，我给我老伴，给我的女儿，他们也讲了，我找这个孩子相当好，是吧？邻居都喜欢。嗯，这儿好，这儿。看我姥爷在嚼肉嚼的，嚼不动啊，咬得痛，那开心呢。啊，那就很好。他是来这里看你来的。主要就觉得你说你们生活的状态都特别好，然后我姥姥之前也是。得癌症，然后自己就特别挺着，然后就治疗啥的。是的，就要治疗。小孩吵了他们。没事。好。
表演开始啦。这时装模特啊，再走就上厕所了。哇，时装表演的，哎呀，再那个范儿啊。你瞧瞧，我像不像？看这姑娘一块儿在笑。他们表演，我们在这里看。这是我们的方菲菲小朋友啊。所以你要表演的是什么呢？街舞。街舞啊！哇，街舞可能要到这块跳。预备。开始。哇！哇！袁坤要不要来一下？我跟他学一下。来，等会儿我跟你学。那奶奶也在跳。厉害！猴王找到了一个大西瓜，但是呢，他不知道西瓜的吃法，有心请教别人吧，又不好意思，他觉得这样显得太无知，太丢面子，这。有了，猴王想出了一个妙处，长大可了得，看大家都挺可爱的啊，这么多还以为真。真情并茂，还有人物啊！那个表情，他人还要真好，真好。一度失控，现在我感觉到处都是小朋友在奔跑。来，我们这样，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比赛，谁想比？谁想参加比赛？谁想参加比赛？好，你们比赛是跟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比。你知道比什么吗？来，先坐吧。好，来，先听我说比赛的规则啊，看谁坐的时间长，而且安安静静的，然后谁先弄了谁就淘汰。好的。来，我们开始。
哇，今天可算安静了。我这脑仁可算是放松了一下。哎，小朋友，你动了。不好意思，第一个淘汰的，哈哈，你动了。然后我们再看。啊、哦，比赛继续哦。这终于真是清静一下，真不容易。多玩一会儿，多玩一会儿，我去喝一口水。好了，你淘汰了，你淘汰了，又一位淘汰了。哎呀，露板牙了。好，不好意思。喂，你笑了。啊、哦，我也淘汰了。在他们安静的这一会儿呢，我说一下，过一会儿接下来呢，我觉得可以我们做一个更好玩的一个活动。但是比赛还没停啊，这不能动的啊。然后呢，我们过一会儿我们一起，老人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我们包饺子怎么样？我做过月饼，我也做过月饼，我也做过月饼。哎，他说话了。你上当了。我们看谁能撑到最后三个人啊。小女孩，我的天哪，完全像小雕塑一样。老师，我这个办法还可以吗？实力相当啊，你动不动？哎，这不行，这不行，不能拉别人。这就是不错了。哎哎，这不行。哎呦，哎呦，压到我这个。是吗？那就是，那我都飞得起了，别踩着脚都疼了，我的。好，我觉得基本上冠军是可以，他是一直没动的。然后呢，他们俩也还 OK， 这是亚军，这是季军。好了，恭喜，太棒了，礼物送上。小孩很可爱的，像我们这些年人了，年纪大了，看到小孩。确实心里面就很开心的。我为什么总是有时候要考虑说到养老院去呢，还是留在小区？养老机构全是老人，不是我想看见的，所以我愿意在小区里头生活，做居家养老，那样子有年轻人有小孩，总是朝气蓬勃的，这是我选择居家养老的一点。对，亚军第几名？第三名。我就为了暂时的，连晃都没晃。没事，但你的定力已经很棒。你很棒。我不要判了，我不同意。哦呦，你再来一次判决。啊，再来一次判决。再来三判决。我也呀，我也呀，我也呀，我也呀。姐姐抱抱，姐姐抱抱，哎呦呦，姐姐抱抱，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是第一名，好吧？哇，你哭好可爱哟、哦！姐姐给你拿个好吃，偷偷给你，偷偷给你，你尝一口，偷偷尝一口，尝一口。
店长，店长，有一个姑娘从头到尾都到现在还没动过。哦，小公主，你已经是第一名了，你还在坐着呢，我都没注意。你好棒啊，你好棒啊！哎呀，你可以坚持这么长时间的。就不会说话了。哦，你就看一个地方，一直看着就，一直看着就行了，是吧？哇，你好棒，第一名，真棒。那店长，店长抱抱好不？对，向我们店长抱抱好不？店长抱抱。哎，店长，店长。来，过来，我抱抱。哎呀，爸爸，哎呦，来来，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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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哇，好帅哎！你看呐，我们站长抱着。你数一二三，我就掉下来了啊！一、二、三，哎呦，哎呦，掉了，完了，可以了。我实在没这么大劲儿啊，没办法，小朋友就是这样。但我觉得刚才老人还挺开心的，像比如说也有认知障碍这种，平时可能你跟他交流都没太有什么反应，但是有小朋友就开始手就上去了什么的这种。其实我觉得能够让他们在一块相处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我感觉到这个小女孩真情好善也是不错的，对吧？像以后这个成长过程中啊，或者是学习啊，或者什么的，也要有这股劲的话，那是最好的。好好念书，要爱自己的父母和长辈，谦恭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磨难，或者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崎岖道路要你去走，吃苦要比吃甜点多。来，能不能把那边那个粮食递给我吗？给我来，给狗狗吃，来喂它吃的，它特别爱吃这个。元宝，快帮忙，快来，好好好，好嘞，准备了，小朋友们，我们开始和面了。请大家吃了，撒点面粉呢。对，过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在这擀饺子皮儿了。小蒋说他也会擀皮子，他也会擀皮子。擀披萨的不一样。擀披萨和你是擀披萨，你那不能差一个字的。哎呀，我不会包怎么办啊？但是我不会，真的我没搞过。东北人包饺子绝对是小菜一碟，一会儿一家人的都包出来了。好了，小朋友，这样来，每个人分两个，跟我学，看看怎么做。先把一个团成一个圆圆的，团成圆圆的，然后按一下，把它按成这样扁扁的。对，你看爷爷多棒！我也喜欢用反面的。我要把它弄成圆的，如果太粘了的话，就放一点面粉，这样粘一下，这样粘一下。别吃着吧，这能吃吗？生的面。别吃，别吃，吃了拉肚子啊！拿两个。这是世界地图型了吧？等一下，还没比。来，可以了，可以了，再薄就包不住了，那馅儿就漏了，不能太薄了。这面也可以了，这面也可以了，要不然就太薄了。你们已经很厉害了，少一点，一点一点的。好，放到中间。放到中间，然后把它包起来，捏这个边儿。哎，好了，一个饺子就包好了。然后它就变成你坐着包，我累不累？长长的。哎，你坐着吧。对不对？
不累不累，包饺子。说句实话，他就那点馅哈，我想把它全包完，这是我最拿手的。快，啥？动一动，他没事干了，我姥姥聊嗨了，没人跟他玩了。东边有山，西边有河。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前面有车，后面有辙。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究竟这把老车走的是哪道辙？哟，追的走路茫茫路路，不懂那的好日子没得比他梦。哪里还照样没人拉磨，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趟大河，一步一个深深地叫我，一步叫我一岁的声音还这么洪亮哈、啊！我才知道你怎么可能这么聪明，你知道吗？真的是全都是传承下来。哎呦！我刚唱着唱着，知道为什么忽然过去了吗？我看上面那排假牙要出来了，我说这要是接着，赶紧给推回去。登上山高。你准备给他拖回去？对，我假装掉下来，我们赶紧给推回去。牙牙可掉不了。好了，我们现在手里边的最后一个包完了就可以了，我们要第一锅就要下锅了。耶，下锅了！来，做好的给我，放这里，放上他们。哇，来来来，饺子好了，好啦，我们的第一批饺子出来了，看一下这里边有谁包的，尝一下你们自己的劳动果实。好吃吗？好吃。真的好吃吗？自己包的就是好吃，是不是？好啊，店长，我们也要准备一些问题，然后呢，让孩子跟爷爷奶奶一块来做电脑。他也做，你们也做。然后就是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一下宝宝。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军厚。老谭小猪李东乔。你今年多少岁了？我今年81岁，69啊，奶奶才16。嗯，16。嗯。你最喜欢吃什么？我最喜欢吃肉。哦。你喜欢吃什么？吃肉。嗯，我们一样的，我小时候也喜欢吃肉的。你想要变成小孩吗？我心态希望要标准变成小孩，但是人老了变不下去了，对吧？心态要变成小孩。再给你们一个啊，如果说你有什么事情做错了，
你愿不愿意前两？不敢说。不敢说不得了。就是我承认了。哎，对对对对，做错了就要承认，就要改，就是好孩子，好。你觉得下面的东西哪一件你觉得最重要？漂亮、健康、有钱，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人。我听不懂。健康、漂亮、有钱，有许多朋友，你喜欢什么？金钱。钱怎么重要？因为我要给妈咪买房子。你喜欢什么？你喜欢娃娃吗？奶奶可喜欢娃娃了。因为她长得可爱吗？很可爱的，奶奶就喜欢。你喜欢吗？我很喜欢呀。哎呀，哎呀，咱俩真的很像，很像吗？来拍个掌。耶、yeah, ，好像哈、啊。您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呢？奶奶觉得现在最好的朋友是给奶奶治病的医生。为什么呢？为什么呀？因为他给奶奶治病，跟奶奶谈心，让奶奶对病有信心，好好开开心心的劝奶奶，奶奶很听他的话，知道吗？我想变成像你这么大的小孩。为什么呢？无忧无虑，天真可爱，像你这么小可爱。嗯，别人见了都喜欢，是不是？我希望别人也都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你呀。是啊，所以说咱俩是不是好朋友？是。咱俩就做永远的朋友，好不好？好，拉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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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然后印章，印章。好的。印章。耶、yeah ！奶奶，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哎呀，奶奶也不会忘记你的呀，小宝贝儿，小宝贝儿。奶奶，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咱俩就做永远的朋友，好不好？好，拉钩。印章。好的。印章。你二十岁的梦想是什么？二十岁最想做的事？我二十岁的时候正在大学里面，那时候我就很想继续念书，念研究生。我对工科我是比较弱的，很弱的，作为学文科的人。但是我那时候去旁听，我也就逐渐得到了这种能力，所以我就能把我的工作也干得很好。我的爱好就很喜欢念书，各方面的书都爱看。例如四大名著啊，唐诗宋词这类型的书。我小时候很小，我就很多古诗都背得很好，到现在很多还会背出来，随便随口我会背。特别是爱看文学方面的书。你喜欢文学的书吗？例如小说呀、杂志啊等等。我最喜欢看穿的书。什么书啊？就是福尔摩斯啊、柯南啊这种。哦，这个我都看过了，这些书我全看过。将来你到中学毕业以后，你想干什么？中学毕业，好好读大学呀。好，有志气。将来想做什么？将来想做个比较好、有素质的演员。啊，你想当演员也行哦，我看你也很不错，你刚才表演的就很好。我提的问题大一点了哈、你将来啊再大一点，你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
很好。那再问你一个，有钱有文化，你喜欢要哪一种？当然是有文化了。有文化很好。那么如果有文化但是钱不是很多怎么办？也还是选择有文化吗？好的，我的问题问完了。他大问题也答得很好，我觉得这小孩很有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些机遇，在一种机遇来到，你能够把你的潜能发挥出来，你就会干得很好。你就应该抓住每一个能遇到的机遇，这样才能发挥你的能力。看好了，这个可以卡在这儿，然后这样可以背着。我跟着你，一个一个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我要一个。啊，你要一个。你想玩这个游戏吗？就我问你问题，你问我问题。可以。这个是你问我的。第一个，你什么时候最想念姥姥？你想姥姥的时候会做什么？想想啊。什么时候最想？什么时候想姥姥？最想姥姥时候，遇见什么事儿了？我想想啊。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们啊，忘不了餐厅播了之后，好多人就说啊，说袁坤啊，说祖儿说好乖，说那个就说对老人特别关心，然后说如果家里包括公主奶奶老说说，如果就说自己家的孩子能像我们一样多好，但其实每次他们说这个的时候，我都会就是特别愧疚，因为说实话。可能我对自己家的人就是这段时间做的可能还没有对他们做的那么多。啥时候啊？我想想，其实还好哎，要不就我基本上想的时候就回家了，要不然就给你打电话了，所以还好哎。那你什么时候最想我？想我的时候你会干嘛？也打电话？我打不了啊。啊！可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功夫，我打电话你正拍戏了，那不行。那你想我的时候都干啥？我想你时我就看相片。这次我的相片都归到一块儿了，慢慢我整理好了。这个游戏不是折磨人的吗？我最想你的时候，我总想你小的时候。为啥？我还玩吗？陪着你。哎呦喂！小的时候比现在还好。还不是吗？好，换下一个问题，这换你先问。你什么时候担心老了？就前两年。对。特别是前两年在国外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比较远的时候就会，就是不管是谁们家肯定都会有这种顾虑嘛，就太远了的话就怕意外赶不回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做这一行了，你希望我做什么？当律师。为什么要当律师啊？你的口才行，好好说。这人心眼正，不坏。你要是当律师，是个好律师。
行，还行，现在应该还能有机会，我再改改行也行。这行太累了，也揪心。还好，还好，还好。家里人其实并不是特别说，喜欢我做这个，包括我姥姥姥爷。虽然这是我觉得是自己一个特别热爱的事情，是自己喜欢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们可能来说不是说那么理解，而且包括就是他们也希望我的是一直保持着说能有一个说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坦白讲，有时你一拿我心里疼得慌。没有了，我心里疼得慌。好，下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哪个时间点觉得我一下就长大了？就从你出国以后，你长得变化特大。为啥？在思想方面，我感觉到你变化特大。所以出国你觉得出对了吗？你感觉我老了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就是见得多了，就是每天就是经常能见到面，就是我很怕就是忽然间就是自己就跟错过小孩的生长期一样，你懂吗？对，就是忽然间我不希望自己有一天忽然看到自己的家人时候是忽然哎他怎么就是忽然变成这样了，就是哪怕你们在一点点变老，其实我是不害怕的，但是我不希望的是我把这些时光错过。再有十年，我还那，对吧？所以我就是不希我不希望的是，就是，也不知道你们忽然就是你们变老，我不怕。我准备，在你结完婚、生完孩子，我再说。我希望你呀、啊，25、26。嗯，因为我两个关都闯过来了。杨爷没叫我走，我还不应该好后悔。可能大家看到的她也是一个，就是很健康的一个老太太，但我们家老太太真的是啥罪都受过的那种。你生病的时候，你害怕吗？哦不，我那前害怕就是嘛，丢下的。难过。过也过了。我们其实一直就有意无意的一直避开所有的心灵对话，因为他们是我的铠甲，但是也是软肋，就是从小到大都是我姥姥姥爷的世界中心是我，所以有一天我长大了，然后去工作了，然后可能做别人的世界中心的时候，他们那块地方是空空的，而且我可能没有太来得及照顾到他们的感受。我希望他一直陪着你。
好像所有的老人都是，年轻人可能会有的时候流的一滴泪挂在脸上，可能还故意不想去擦，想让身边人去看见。但是好像到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你真的很少看到有一个老人会说，你说那个眼泪挂在脸上，不会的，他们不会让自己有那样的一面，基本上是到了眼底，基本上他们就擦掉了。然后我就在细想，我有没有看过姥姥什么时候流下过眼泪？我想了想，从小到大好像从来没有，我姥爷也没有。我姥姥得癌症的时候也没有，后来掉头发的时候也没有，眼睛抬不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小时候都是说有事问家里人，有事问大人的意见，但是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他有什么事的时候开始问你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自己长大了，你会觉得特别像一个仪式，就是他把承担责任这件事，承担家里责任这件事情交给你。就是从小在他们身上得到的爱太多了，只有自己快快好好的长大，他们才能放心的然后享受他们的生活。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长大了就是我要照顾他们呀。这是我的一个责任。本节目由好水煮好饭、好水泡好茶的养生堂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看得见的真肉粒，忘不了的麦富迪。本节目由国际宠粮麦富迪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燃气灶由百年燃气具品牌林内提供。本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赞助播出。平安福，全面保障，为爱守护。忘不了餐厅，应该是这个吧。哎，哇，这也是我的好朋友高以翔，好帅耶！好帅耶！我们俩同时喜欢一个女孩子，你觉得你要是那个女孩子的话，你会选她还是选我？当然选她了。我觉得在我心里还是你最帅。当然，你不能对人要求那么高。今天呢，去做一个团建。去南方科技大学，我们去体验一下校园生活。李金木同学，我们要去他们的社团，是一个戏剧社团，然后也想让我们的老爷参与一下。哎呀，这个是你们熟悉的《智取威虎山》呢，天王盖地虎，宝马镇河天。
正片结束了，还没看够？在腾讯视频搜索《忘不了餐厅的精彩时光》，看更多会员独享幕后花絮。五月一日起，每周三中午12点上线《忘不了家族日记》，独特视角的 vlog 带你看餐厅。我看到他们在这里工作的话，我也感觉很高兴。年纪这么大了，还在这么努力的工作，而且他们这个认知障碍症的话，对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我们如果能耐心一点，就给他们解释，陪伴他们多一点，我感觉对以后老人家会比较好，然后对小孩子一种教育也是很好的。像我们这个年龄都是一个孩子嘛。真的有一天自己要得了这种病，肯定首先想到是不愿意拖累孩子，这是肯定的。所以自己真的有这样的病，就一定要克服了，就要多参加，像那个猪猪那个姐姐跟我们讲的那样，多参加社会的一些公益活动啊，使自己的病情延缓，就是不拖累孩子，这是一定的啊。之前有在那个电视剧上看过，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病挺可怕的，但是今天我看老人的状态都很好，完全就不像得了那种病，而且我挺羡慕的他们那种心态精神面貌。比如说是换成我自己爸妈，我真的挺操心他们的，因为我们自己是在外地发展，然后爸妈在异地，在老家，然后我们两个在外地就经常会操心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上会有什么得了什么病照顾不到，会觉得心里很愧疚。因为我爸妈相对而言，我怕我爸会忘记我，我会很伤心的。就好久没回家，回家一次，突然发现爸爸的头发全部都白了，还少了很多，就明显感觉就衰老了，从来没有这么近过，就是这种年龄的这种衰老，从来没有距离没有感觉这么近。今天也是第一次带孩子们过来嘛，但是呢就没有感觉到很陌生，像自己的爷爷奶奶那种，就是对孩子不管是哪个孩子都特别的照顾。你看。你多嫩啊，小鲜肉。哎，你呢？老糊涂。你给我讲的名字啊。过一会儿转个圈就完了。爷爷，你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你们给我起的啥名吗？要不出来了，我现在记性很差的。没有，我跟你说，你已经很厉害了，你这样多动脑。我感觉一年比一年差。这是你可以让它慢一点吧，差的慢一点。感谢公益平台支持，腾讯公益。感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黄手环行动，新浪微博、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新浪娱乐、知乎、网易。首席健康媒体丁香医生，感谢合作伙伴凤凰娱乐、凤凰新闻客户端、环球网、中国青年网、中华网、中国网、中国网客户端、下厨房 APP、 汉仪字体库、喜马拉雅、猫眼电影、天籁 QQ、 影视头条 APP、 智语 APP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他藏起来了，藏在我们不懂的神秘世界呀，遗忘家是岁月给的学位吧，忘了养我的学分。